自然是美元的上涨。下面给出两张美元走势图，大家感受一下。见图九杠九和图九杠十，图九杠九、图九杠十和黄金的走势对比一下，就能理解了。商品是有底的，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比如二零一六年年底，有人说石油会跌到十美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跌到三十美元就不会往下跌了？因为已经跌到成本线了。如果油价低于成本价， 那就不会开采了，这就是商品的底线。同样，为什么涨到五十美元就不会再涨了呢？因为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油价涨到五十美元以上，页岩气开采就可以赚钱了，这就碰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自然不会被允许。所以这一年以来，油价就在三十到五十美元之间徘徊。见图九杠十一，图九杠十一。所以我们要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 和商品不一样的是，股票不能轻易抄底，很多时候股价是没有底的。股价从十元跌到五元，跌了百分之五十；从五元跌到二点五元，虽然跌幅缩小了，但比例也是百分之五十，而且还可以向下跌。股价的底是没法衡量的，这就是股票不能轻易抄底的原因。所谓一个公司是有价值的，这是由公司的股息率来决定的。假如万科跌到六元，那么买入后就不管了。 只是分红就可以覆盖所有可能的亏损，所以是稳赚不赔的。同样的企业在 A 股和港股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这个原因。看懂了这件事情，你就看懂了大格局。从十年周期来看，每次美元走强都意味着全球的资金在回流美国，然后催生泡沫。而大泡沫带来的是大繁荣，没有泡沫就没有繁荣。像生物科技、互联网这些高风险的产业，需要泡沫来维持发展。 没有泡沫就没法成长，虽然泡沫会破灭，但有一批优秀的公司会脱颖而出，当然也有一批垃圾公司会被市场淘汰。讲远一点，荷兰郁金香泡沫的破灭带来了荷兰花卉产业的繁荣；讲近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崩盘换来的却是互联网产业的繁荣。所以要维持一定的泡沫，不要过快打破，给优秀的企业提供成长的空间，但泡沫又不能过，需要掌握一个度。 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很聪明。美国人通过一次次的加息和减息，调整了全世界资金的流向，解决了全球性投资格局的问题。所以，想要把握大格局，就把时间周期拉得长一些，不要看日线，而是看月线。美元指数在日线上每天都在下跌，但是在月线上明显是一个底。虽然在这个时候做进去，短期内可能会做反，出现浮亏，但从长期看一定能涨回来。 做左侧交易的人都对大趋势掌握得很好，不然日内交易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巴菲特在石油跌到三十美元时买入了石油公司，虽然短期内被套住了，但他没有受到影响，而石油也涨到了五十美元。他在考虑问题时就不看 K 线图，如果看 K 线图就会受到干扰。人最难的就是克服干扰。不管你有多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在受到外界干扰的时候，都很难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这就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九点一零，如水的交易，如山的心态，人性的修行，如何能成功的交易？交易之道，刚者易折，为至阴至柔，方可纵横天下。至柔者，莫如水。水无常形，如市场无常事。绝顶高手交易如水，看似毫无常法，却行云流水。怎样才能如武林高手一般纵横投资市场呢？总结如下。 尊重与趋势有关的一切因素，在正确的把握趋势后，具备成熟的交易心理、严明的管理和纪律、正确的决策，还有多年的经验及敏锐的直觉，这样整个交易系统的胜算就会大大提高。成熟的交易心理有五个要素，包括成熟的私生活、积极的态度、赚钱的动机、内心冲突的平衡和讲求结果的责任感。当然，赚钱的动机和交易成功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缺少赚钱的动机，而内心冲突又大，对交易的成功极具杀伤力。正确的决策包括对市场技术面具有充分的知识，做出客观决定的倾向，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对市场技术面具有充分的了解和交易的成功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性。严明的管理和纪律包括对风险的控制、耐心及直觉。只有树立在市场上生存的正确原则，并坚持恰当的运用它，才能在资本市场上最终生存下去。 交易全靠概率，若干次小额亏损，再加上多次暴利，构成了一组成功的交易。交易不以一次成败论英雄，交易以概率论输赢。每次都对，那是上帝的事。金融市场是一个试探个人心理障碍的好地方。最终结果是多数人会远离金融市场，输家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资金量上，都要远远超过赢家。 这是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所以美国华尔街流行这样一句话：市场一定会用一切办法来证明大多数人是错的。交易是反人性的活动，几乎每一个投资者都会经历市场的折磨。经过无数次优胜劣汰的选择之后，只有少数人留在了这个一半是海水、一半燃烧成火焰的市场上。他们具备上面的成功要素，并且从市场本身找出了有效的操作方法。 在经过最艰难的阶段后，他们的心态逐步归于淡定。九点一零点一操盘成功基本规则之一：顺势交易。交易之道，首重大事，次重小事，主次分明。交易之道，气势第一，趋势第二。气势如虹，势如破竹。交易之道，永不逆势。在市场面前，我们渺如尘埃，顺势而为，不做预测，乃明智之举。趋势来时，听风，辨风。 补风，趋势无时等之，观之，言之。看错趋势，及时认错；看对趋势，一路坐稳。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静若处子，股市最不缺的就是机会，如猎豹座等猎物，几天不动；动若脱兔，执行则雷厉风行，买就扫货，卖则砸盘。往往主观判断及自己的臆测，不能作为客观准确的依据。 而且这些想法经常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损失。绝大多数人没有战胜自己的内心，所以也就永远无法战胜市场。只在市场出现机会时交易，这需要投资者具有极大的耐心。好的投资者会等待直到市场出现清晰的机会，而不是每次都全力投入。在市场出现机会的时刻，赢家会主动扣动扳机，确保自己的整个交易像生意一样运作，而且从不轻视交易。尽管计划周详，而且愿意坦然接受失败。 但是杰出的投资者仍会尝到失败的苦果。然而，他们知道从长期而言自己一定是赢家。强大稳定的心理素质让他们坦然应付小挫折。九点一零点二操盘成功基本规则之二：止损和持有，永远不要巨亏。生存是第一原则，其他所有原则都要服从这一原则。你或许不愿意小赔出场，结果反而将小赔拖成了多赔，最后变成大赔。 而在这种情形下，你却又认赔了。相反的，如果账面上赚了钱，你就会想立即获利了结，希望到了口袋的钱不会出现赔钱的风险，即赚小钱却赔了大钱。采取正确的策略，目的在于可以控制风险，并不是获取最大利润。许多人从事金融操作的目的是希望赚大钱，这就是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过分重视金钱本身，很难在输钱时止损，甚至无法在赚钱时持有。 但是如果把金融操作视为一场游戏，而且一定要按照游戏规则去玩，那么一切都会变得从容。不按照以上两项规则操作就是犯规，就会很自然的照章行事。我们每天早上都应该思索这些规则，一天结束后反省当天的交易。如果自己未按规则行事，应该自我警惕，让自己在今后的操作中采取正确适当的行动。九点一零点三，坦然面对输赢，还要具备风控意识。 当市场处于混沌状态、不稳定时，先跳出来观察，不贪要满足，放下头和尾，抄底要右侧上车，离场要先行一步。打铁需要自身硬，你对基金、股票了解多少？有没有基本的常识和技能？如果没有，你凭什么赚钱？资本市场比你辛苦赚钱还难，啥都不懂你赚钱了才叫没有天理。也许割肉了、被套了你才能懂，但是你必须知道。 那将是多么痛的领悟！金融操作是一场游戏，坦然接受失败是制胜的关键。真正的市场高手需要学习交易技巧，需要积累交易经验。更重要的是有过人之忍，无论行情多么让你痛苦，你都要忍，都要坚持原则，都要冷静理性的判断。当你忍受过市场给予的各种痛苦之后，你将在心理上迎来凤凰涅盘。真正在资本市场里任浪打风吹，你自闲庭信步，如老僧入定。 九点一一暴跌总是回来，该如何面对？如图九杠十二和图九到十三所示，是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A 股指数和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大家先对比着看看。图九杠十二，图九杠十三，这一天整体氛围偏弱，市场内部非常羸弱。虽然指数高开高走，但是冲击涨停的股票几乎全被赶了下来，根本维持不住。十一点左右，A 股指数又开始缓慢下跌。 午后开盘闪崩，A 股被动跟随。事实上，B 股每天二到三亿元的成交量，也就是一只小盘股的平常成交量，这一天这么恐慌的情绪，也只砸出八亿元。上板的西部建设都有十六亿元，这么点交易量，为什么会对 A 股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就是情绪传染的力量。当然，这样的暴跌就算有多么的无厘头，你也得去面对。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或者说，在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的路上，到底该如何面对暴跌这种情况呢？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避开它，空仓避开是面对暴跌的最佳选择。但事实是，你可以避开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避开每一次暴跌。因此，你要改变对暴跌的态度，这真不是一件大事儿，暴跌就是一件小事儿。无论是事前成功的空仓避开，还是及时割肉，亦或是重仓被套。 甚至是逆势暴涨都不值得你有过多的情绪反应。不管操作如何，只要过分的动情绪，无论是喜是悲，你都输了。空仓避开，可能你很快就错失了暴力反弹的行情，因为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判断过于倚重，重仓被套，可能过两天市场迅速反弹，而你可能割肉在最底部，也可能你熬了几天亏损被救回来，而在你沾沾自喜的时候，马上又被补跌埋了。以上各种情况。 只要你的交易时间足够久，你都会遇到，因为动了情绪，你的日常交易系统因为压力或恐惧或狂妄而变形了。毫无意外，变形的交易基本上会带来更加失败的操作结果，无论事先仓位如何，最后你都是这场暴跌里的输家。事后必然伴随着沮丧的情绪，然后恶性循环。所以，面对暴跌，你要学会如何处理它。首先，不要想着去预判暴跌。 因为你绝对不可能避开所有的暴跌，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提前空仓，会导致另一个悲剧的后果。顾虑过多，很容易打乱自己的节奏，从而影响很长一段时间的交易。其次，人总是倾向于对自己的一次好的操作无比迷恋，以及试图复制。但躲开暴跌其实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的，所以不管是躲过了还是中招了，都不要太在意，因为没什么意义。 那么，深陷暴跌之中该如何应对？首先，严格按照自己的交易系统的止损策略去做，不要过多的考虑暴跌这种特殊性，不需要特别的去对待它。举个例子，短线交易负七个点无条件止损。当你严格遵守类似于这样的交易纪律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没运气躲开暴跌，也不会在暴跌里伤筋动骨太严重。其次，除这种严格的止损纪律之外，在你的交易系统里。 最好还有一些配合大盘的止损出局规则，比如在大盘处于某种情况时，就要考虑无条件减仓。有些规则看似无厘头，但在实际交易中非常有效。对于千万元级的账户，当总资产在某个整数关口可能失守时，会无条件空仓。这种规则看起来特别没道理，但非常奏效。它能在无意中帮你躲开一些暴跌，因为大账户往往股票配置相对比较多。 如果出现整体账户守不住的情况，则说明市场赚钱效应开始减弱。类似这样的规则，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设定。关键在于，一旦设定好，就要严格执行，绝对不要被突发事件破例。无论什么原因，如果被深套，该怎么办？一个好的交易系统是尽可能避开被深套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凡事都有意外，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深度判断当下市场环境以及自己的具体情况。 比如深套百分之五十以上，你可以选择装死，等待多年后新一轮的牛市把你拯救。其实，二零一六年很多股票已经基本上解放了二零一五年股灾的高点套牢盘，无非就是牺牲了时间，或者你判断出大盘趋势还在向下，于是决定割肉，重新再来。各种情况都是可以的，但必须是在你冷静的判断当下环境之后得出的一个最优结论。这样的策略与很多散户一赔钱就装死。 在行为上是一样的，但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总结，必须建立一个交易系统，按照这个交易系统去交易，而不是被暴跌或暴涨牵着鼻子走。暴跌、暴涨都是交易系统里非常平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要有情绪，只有出现深套的情况，不管是什么原因，才值得去特殊对待处理。不要过多迷恋自己的预判，判断越少，胜率越高。建立交易系统。 坚持交易系统才是王道，时间才是你唯一的朋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所以每次大盘一鸡飞狗跳，自己就被反复吊打。趁这个机会，好好思考一下，科学炒股，健康炒股，别把自己当赌徒。第十堂课：投资实战案例解析及投资成长中的疑惑。十点一案例：十万元市值一个月收益百分之二十，高手的投资奥秘。 作为一个 A 股的投资者，相信大多数人在二零一七年五月是不好过的。见图示杠一，图示杠一，上证指数在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摸高三千二百九十五点一九点后，开启了长达二十四个交易日的下跌之旅。而进入五月，上证指数九个交易日连续下跌七十一点一五点，跌幅达到百分之二点二六，投资者的日子真的很难过。无论是监管的施压、杠杆的清理，还是技术上的超买。 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A 股的疲弱状态，这就是现在的生存环境。很多人都心生倦意，没了斗志。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散户，真的没有出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高手的账户，从五月初到五月十二日这九个交易日是如何取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收益的。在账户里可以看到，当天收益超过两万元，跑赢沪指百分之七点零七。 考虑到总体上只使用了十万元左右的资金，只是在这一天提升至十四万元以上，整个五月收益超过百分之二十，跑赢上证指数百分之二十二。见图十杠二和图十杠三，图十杠二，图十杠三。接下来我们通过交割单看看一个高手都做了哪些股票，赚取了百分之二十的超额收益。一零点一点一博深工具，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买入雄安轨道交通概念股博深工具。 此股四月二十八日在连续三个涨停后横盘，节后随雄安概念的继续上攻而再度涨停。五月三日开盘后走势不理想，一直无法突破零轴卖出。博深工具在连续的下跌调整后，五月十日收企稳的长下影线，五月十一日大盘收下影线企稳。博深工具作为引领大盘企稳的雄安灵魂股之一，下午成功涨停。五月十二日高开秒板，见图十杠四。 两笔交易分别使用资金两万元左右，共盈利四千四百元左右。图十杠四一零点一点二季东装备作为雄安概念股的总龙头股，在其第二波上涨结束后，进入二零一七年五月，虽然已经不是上涨最快和最多的雄安概念股，但作为雄安概念的毛，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在连续的下跌中，游资股北路一直反复做 T，而这个高手跟随游资连续做 T。 直至五月十日出完货，见图十杠五，使用资金四万元左右，盈利三千三百元左右。图十杠五一零点一点三博天环境，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至五月十二日，大盘处于反复当中，最终引领大盘企稳的还是雄安概念股和次新股，而同时拥有雄安环保和次新双重属性的博天环境，成为大盘企稳反弹的灵魂股之一。五月九日封板。 五月十日开盘即做买入，此后连续加仓和做 T。五月十二日开盘秒板，见图十杠六。连续三天的交易共使用资金三点八万元，盈利五千三百元左右。图十杠六。此外，这个高手在君达股份开板后连板次新股探源科技超跌次新股和龙神荣发高送转龙头股等股票中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回顾半个月的交易，其准确的把握了市场的方向，在雄安、次新、高送转等不同的方向上都有所斩获。市场环境在不断进化，作为交易者也应该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觉悟来适应这个市场，在这里生存下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十点二案例，十八个交易日完整驾驭第一牛股红信电子，一零点二点一红信电子，从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介入到七月六日。 共十八个交易日，做红星电子盈利百分之六十。如图十到七所示，连续的上升趋势堪称完美。图十杠七，作为一个系统交易者，同时兼具买方和卖方思维，卖方提供逻辑，买方负责操作。在系统未发出信号之前，不轻易进行止损止盈操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滚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一零点二点二大方向。 二零一七年七月后，考虑次新股的发展方向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基于新 IPO 的严格，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第二个要素是老的次新股被错杀，价值修复从超跌逐渐过渡到成长趋势风格。这个必须有机构资金的沉淀与介入，叠加中报炒作的时间点，很多次新股的中报预增旗号，为整个板块提供了炒作必须的氛围。 一旦上证五十进入阶段的见顶走势，从这些蓝筹股释放出的资金，优质次新股无疑是其首选。在时间节点上，马上要进入中报时期，这段时间的优质次新股会进入炒作窗口。同时，这个阶段新股数量实质上在减少，这是个时间差。以上是对整个方向的把握。一零点二点三全部操作回顾。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我打板了红信电子，毫不掩饰地说。 本意只是做隔夜超短线，赚取第二天高开的差价。见图十杠八。图十杠八，既然是套利交易，那么我就按照一致性去操作，并没有什么问题。打板第二天走势如图十到九所示。图十杠九，在竞价阶段我就加仓高买了一笔。见图十杠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操作呢？原因是红星电子高开，我的做法是顺势加仓做 T。 但开盘后一路杀跌，再也没有冲高走势。图十杠十。为了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我选择在十点零八分卖出加仓部分。六月十四日当天几乎跌停，按照一般情况，第二天毫无疑问将跳空低开。可之后的情况与我想象的不同。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五日，红星电子跳高秒板，见图十杠十一。图十杠十一，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回事？ 那时我只能从走势上判断，有人在抢筹，可惜当天没有龙虎榜。第三天我才知道，有机构在集合竞价阶段就强买，悉数吃进筹码。见图十杠十二，图十杠十二。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机构吃筹，沉淀资金。所以按照次新股的炒作逻辑，我认为红信电子将创新高，创多高，要多久？那时我统统不知道，只知道结构不破，我不走。 后面的走势大家都看到了，在主升之前，红信电子横盘了将近十个交易日，见图十杠十三，图十杠十三。那么我是如何坚定持有的？靠信念显然不够，归根结底主要是做 T 滚动，比如六月二十日，先低卖，再高买，再高卖，如图十到十四所示，图十杠十四。当天的走势如图十到十五所示，图十杠十五。15 箭图十杠五中的两个矩形框都是在卖出，在开盘时间先卖，后来发现做错了，十点十分反手买回来，十点十五分高点再卖。说实话，有很多这样的操作，不断的肯定自己，有不断的否定。因为我是系统交易者，一直以来遵从系统信号是我盈利的根本。而红信电子结构未破和量能还能给我一点希望，持续的量，持续的需求，至少不会重伤我。箭图十杠十六。 图十杠十六，三亿元是流动性保护的门槛，何况还有机构资金的沉淀。一直到六月二十三日，还有一次假破位，如果第二天没有拉回来，可能我已经撒手了。红信电子也和其他股一样，走向慢慢阴跌路。回顾到这里，我想如果只是凭感觉，早都丢掉了红信电子。纪律才是盈利的根本。所幸一直坚持到六月二十七日，出现仙人指路，我知道主升浪要来了。 主升浪只有短短六个交易日，却拉升几乎百分之五十。在这几个交易日里，我不断的加仓滚动，将盈利不断扩大，同时底仓保持不动，享受主升浪带来的利润。比如六月三十日，不断高抛低吸，见图十杠十七。当天的走势如图十到十八所示。图十杠十七，17, 图十杠十八，在主升浪里，不用再否定自己，利润滚滚而来，这是市场对交易一致者的奖励。 一直到现在，宏信电子我仍然持有底仓，趋势不结束，我还将持有。谁知道会不会是当年的维宏股份再翻三倍呢？我不知道，我只跟趋势走。十点三为什么总是闪崩？证监会处罚案例分析：二零一七年四月第二周，A 股连续多日出现闪崩现象，周四闪崩状况愈演愈烈，邦讯技术、印记传媒、漫步者、南威软件、神开股份。 五只个股在开盘几分钟内集体被砸至跌停。周五闪崩团队再添多个新成员，宝光股份午后出现大单封死跌停，见图十杠十九；19, 而超讯通信在周四上演完过山车行情后，周五封死一字板跌停，见图十杠二十。而多股闪崩，正是由于游资中的温州帮集体出逃造成的。图十杠十九，19, 图十杠二十，一零点三点一温州帮股票闪崩是何原因？ 随着金融监管的不断加强，游资可能感受到了监管的压力，从而将股票兑现为现金资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保险业治理完了，接下来可能就是证券行业内部的治理。温州帮可能收到了消息，温州帮出货的动作属于典型的急赤白脸行卖股法，不排除接到紧急消息的可能性，否则不会这样。随着近期上交所对区域特征明显的多账户、多点联动类异常交易行为， 持续加大一线监管力度后，发现异常交易的手法具有以下共性特征：一是炒作标地区域集中，偏好新上市的小市值股票，股票流通市值一般为十亿元左右，上市时间多在三个月左右；二是异常交易行为具有典型性和复合性，主要是动用大量账户，利用资金优势暴力拉抬股价，随后断崖式快速出货；三是账户地域特征明显，经分析发现。 账户主要集中于浙江温州等地，并有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四是市场影响较为恶劣，该异常交易行为极易导致股价短时间内暴涨暴跌，严重侵害了正常的交易秩序，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一零点三点二异常交易行为案例：集合竞价虚假申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虚拟开盘参考价的产生方式为，每个交易日的九时十五分至九时二十五。 分为开盘集合竞价时间，上交所交易主机根据此时间段内的申报情况，计算出虚拟开盘参考价、虚拟匹配量及虚拟未匹配量，并实时向市场发布。其中，九时十五分至九时二十分，上交所交易主机接受交易申报和撤单申报；九时二十分至九时二十五分，上交所交易主机仅接受交易申报，不接受撤单申报。常见的虚假做法是。 在九时十五分至九时二十分之间，以明显高于前收盘价的价格连续大量申报买入，导致该证券虚拟开盘参考价大幅上涨，以此吸引其他投资者跟风申报买入。此后，前述投资者会在九时二十分之前撤销自己的全部或大部分买入申报，并按照被影响后的相对高价反向申报卖出，实现其高价出货的真实交易目的。一零点三点三案例分析。 王耀沃账户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买入二百三十二万七千七百七十九股双联股份，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全部卖出，获利一六百二十二五十三点四六元。具体情况为：一、集中资金持续买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九时五十七分八秒至十时十五分十秒。 王耀沃账户组合计申报买入十五笔，共四十四万八千三百股，成交三百五十七八百股。二、利用资金优势连续申报拉抬股价至涨停。十一月二十六日十时十八分三十二秒至四十一分二十三秒，王耀沃账户组连续申报买入四十三笔，合计二百零五万一千五百股，申报价格从十三点六三元不断抬高至十四点二二元涨停价。 占同期市场深买量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八四，排名第一，最终成交七百七十五三百二十股，占同期市场买入成交量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四。双林股份股票价格快速由十三点六三元上涨至涨停价，涨幅百分之四点三三。二大 B 涨停价申报维持股价。十一月二十六日十时四十一分十八秒，双林股份股票当日初次涨停直至收盘，期间。 王耀沃账户组以涨停价申报买入十五笔，共六百八十九万一千八百股，占同期市场涨停价深买量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七，排名第一。最终成交一百一十一万八千八百五十九股。截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收盘，王耀沃账户组在涨停价的有效深买量为五百七十七万两千九百四十一股，占市场涨停价有效深买量的百分之九十五点零四。 三，在下一个交易日大量申报并全部撤销之后，全部卖出所持股票。十一月二十七日九时十五分至十八分三十秒，王耀沃账户足以涨停价十五点六四元申报买入七笔，共四百五十一万一千八百股，占该时段申买量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五四，占该时段涨停价申买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二二。九时十九分，上述买入申报全部撤销。 九时二十一分十秒至二十四分四十三秒，王耀握账户足以十五点二零元至十五点六零元的价格申报买入四笔，共七万五千八百股。集合竞价结束时全部成交，申报买入及成交量均排名第一。该股当日开盘价十五点一零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十四点二二元上涨百分之六点一九，偏离深综指涨幅百分之五点九零。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连续竞价阶段。 王耀沃账户组将持有的二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九股双林股份股票全部卖出。十一月二十八日，王耀沃账户组将在上一个交易日集合竞价阶段买入的七万五千八百股全部卖出。一零点三点四，此类行为的三个特点，此类行为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该投资者高价申报买入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该股的虚拟开盘参考价。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九时十五分至十八分三十秒集合竞价初期，该投资者的大量高价买入申报，导致虚拟开盘参考价涨停三分四十七秒。而九时十九分，当该投资者将上述买入申报全部撤销撤单后，该股虚拟开盘参考价涨幅明显缩小。二是，在影响股票虚拟开盘参考价的目的实现后，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从高价申报买入。 到撤销买入并反向卖出的重大转变。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连续竞价阶段，王耀沃账户组将持有的二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九股双林股份股票全部卖出。三是该投资者卖出股票的意愿十分坚决。从集合竞价不可撤销申报的时段开始，到十三时五十一分七秒，该投资者全天申报卖出二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九股。次日。 将在上一个交易日集合竞价阶段买入的七万五千八百股全部卖出。上述情况充分反映出该投资者具有希望通过高价申报误导其他投资者交易决策，从而为其卖出股票创造便利的意图。通过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五日证监会高层的讲话可以看出，证监会会进一步加强对交易行为的监管，特别是对在涨停板频繁大量申报买入、卖出持股后。 再次以涨停价大量申报买入等严重助推炒作的异常交易行为的监管，及时采取警示和干预措施。目前，上交所已对一百三十余个账户进行书面警示，并对十三个投资者采取了盘中暂停交易的措施。对存在严重异常交易行为的账户，交易所将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采取限制交易等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十点四，机构股波动后的低吸追涨买点。 在开始讲解之前，先给本文中提到的短线机构股下一个定义，它是指机构重仓股在上升趋势过程中出现短暂波动的情况，具体可以分为日间和日内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对应的操作有所不同。下面结合对应的案例进行详解。一零点四点一，短线机构股出现波动后的介入买点。一，日间短线机构股的介入买点。 在机构股启动右侧主升浪的初期，经常容易被我们忽视，而第一波放量后的涨幅多在百分之十左右。这时候很多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看到大涨后想即刻追涨，但之后的走势往往并不如人愿，伴随而来的经常是震荡甚至回调。如图十到二十一所示，为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利安龙出现该状况后的当日 K 线图和后期走势，可以看出追涨后第二天就出现了不短的震荡时间。 图十杠二十一，如图十到二十二所示，为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神马股份的走势。虽然当天强势收复涨停，但第二天高开后仍旧出现了下跌，随后几天出现了震荡，给短线投资者带来压力。图十杠二十二，日间短线机构股的介入买点在均线附近，具体到底是五日均线、十日均线还是二十日均线、三十日,日均线，要依据当时的大环境来看。 当大环境比较好时，以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为参考依据；当大环境不好时，以二十日均线和三十日均线为参考依据。像上面提及的利安龙、神马股份对应的日期所处的启动阶段适逢大盘指数反弹，所以短线机构股的介入点以五日均线或十日均线为准。而在整个大环境处于下跌阶段的六月，如图十到二十三所示，则适合采用二十日均线和三十日均线。 图十杠二十三对应的利安龙的介入点，则更适合选择在二十日均线和三十日均线附近，如图十到二十四所示。图十杠二十四，神马股份也是如此，如图十到二十五所示。图十杠二十五。二、日内短线机构股的介入买点，日内短线机会相比日间来说更难把握，需要投资者在交易时间内有盯盘的时间和果断下手的勇气。 机会一般出现在九点三十分到十点三十分，常见的典型信号是急跌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如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利安龙的日内走势，如图十到二十六所示；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神马股份的日内走势，如图十到二十七所示。急跌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买入的判断依据有两点：一、时间要短，以五分钟左右为宜；二、量能正常即可，当出现放量时不宜购买。 比如，二零一八年六月五日，青岛金王急跌。当日虽然尾盘收回，但是从后边的走势可以看出，胜率很低。如图十到二十八所示。图十杠二十六，26, 图十杠二十七，27, 图十杠二十八，一零点四点二，短线机构股出现波动后的追涨买点。短线机构股的选择要点，在技术上必须是主升浪，处于新高位置最佳；在逻辑上基本面良好，属于阶段性机构行情。 例如，二零一七年的白马蓝筹行情，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医药、消费行业股票行情，这类股票的买点如下：一、短线回踩均线但不破均线，保持整体向上的趋势，投资者可以在翻红处介入，或者在涨幅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介入。虽然增加了成本，但是能提高确定性。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顺鑫农业，在连续回调后企稳向上时即可买入。 如图十到二十九所示，图示杠二十九，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和六月二十日的泰格医药在回踩后还能够反身向上，说明极大趋势结构没有被破坏。如图十到三十所示，图示杠三十二，在主升浪结构趋势中失去了低介入成本，能够稳住百分之三以上做套利交易，注意资金不能被分流，所以下午套利比较好。如图十到三十一所示。 为二零一八年七月九日神马股份的分时走势和日 K 线走势，如图十到三十二所示；为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古井贡酒的分时走势和日 K 线走势，图十杠三十一，31, 图十杠三十二。三有资金介入，当天冲高回落，振幅扩大，可以在尾盘建仓观察；第二天急跌介入，冲高减仓处理。其中急跌买入的方法是机构股做 T 的常用手法。 如图十到三十三所示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老百姓的分时走势和日 K 线走势，冲高回落后在尾盘建仓图。图十杠三十三，如图十到三十四所示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老百姓的分时走势和日 K 线走势，即便是买入，冲高踢出，第三天收长阳线图。图十杠三十四，一零点四点三股票做 T 手册，个股的趋势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是在震荡。 单边涨、单边跌的时间只占百分之二十，在效率上，我们中线持股可以利用个股百分之八十的震荡时间来做 T，获得可观的利润。请牢记以下四点：一、做 T 本质上是降低持有成本，无论操作几次，每天的仓位都保持不动，在不变动底仓的基础上，涨的时候多赚，亏的时候少亏，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不要关心收盘价，只要抛出的能以更低的价位接回。 接回的能以更高的价位抛出即可。二、依靠成交量和振幅的关系来判断相对高低点。一方面，时间固定，每天只有四小时的交易时间；另一方面，成交量相对稳定，决定了振幅的稳定性。三、本质上是依靠情绪资金的波动来操作的。由于是低换手的趋势股，中线筹码稳定，情绪资金放量介入抛，情绪资金放量出逃结四。 日线位置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主要是有压力位和没有压力位的区别。判断清楚当天是处于单边跌、单边涨还是震荡行情中。如图十到三十五所示，以利尔化学为例，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日以后，分别经历了震荡、短暂下跌以及主升浪行情。图十杠三十五，35, 第一个箭头阶段结构完好，在日线上一直处于震荡行情中，量能在不断缩减。 振幅平均在百分之三左右，随后两天大幅放量，走出冲高回落，第二天反包的走势。第二个箭头阶段，中期结构依旧完好，在日线上短暂下行，平量。第三个箭头阶段，结构修复好，走出主升浪行情，平量。接下来以利尔化学的分时图为例来进行分析。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建仓，圈为建仓位置，如图十到三十六所示。图十杠三十六。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早盘不翻红，先减仓一笔，或者在回拉时不翻红抛出。如图十到三十七所示，这时候注意看盘口或量能柱，早盘快速下跌，上涨均没有大单出现，或者大单不持续，初步判断出当日是震荡行情。图十杠三十七，为了防止当日下跌幅度较深，先抛出一笔，没有翻红，随后稳定，能不破早盘的低点，说明这里是相对低位接回抛出的股票。 随后再拉开振幅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是抛出一笔，如果没有空间，百分之一左右可以先不动，继续等波动。抛出以后再次跌回分时低点补回原仓位即可。因为量能没有显著变化，说明振幅依旧维持在百分之三左右。从低点到高点，振幅高低点出现，确定高低点做高抛低吸即可。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翻红稳不住，先抛出一笔，随后在平盘附近反复。 这时候可以看出量能柱上下均不持续，判断出当日是震荡行情。如图十到三十八所示，图十杠三十八。如果没有在低点接回，那么在平盘附近补回仓位即可。随后在第四个圈处抛出，一是为了拉开振幅，二是从低点到高点已经有百分之三的空间，说明这里是相对高点。如果在最后一个圈处分时均线附近没有回补。 则按照尾盘回补的规则，保持原仓位即可。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依旧是震荡行情，上下量都不持续。早盘缠绕在分时均线附近，不翻红，先抛出一笔，如图十到三十九所示。图十杠三十九，随后放量，在第二个圈处不能连续上攻或翻红稳不住，再抛出一笔，主要是因为拉开了百分之二的振幅空间。接下来跌回低点，能以更低的价格回补第一笔和第二笔即可。 第一笔是平盘回补，之后拉开空间向上，在振幅达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再抛出一笔尾盘接回。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图十到四十所示，那么开盘几分钟在平盘附近有两个卖点，一是翻绿抛，二是稳不住分时均线是抛，图十杠四十，40, 随后快速下跌，拉开百分之二的振幅空间，先接回一笔。 之后再下跌，日内振幅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可以再接回一笔。接下来拉回去，抛出接回的股票，持续到尾盘才有波动，中间不动即可。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开盘快速上冲，如图十到四十一所示。因为是分次上冲的，如果没有破均线，第一笔可以抛也可以不抛，在高点拉开振幅空间，第二笔要抛。图是杠四十一，41, 随后回补百分之二以上接回即可。 一直到下午，再次出现情绪资金出逃的现象，在低位可以接回一笔，如果反拉上去则抛出这笔。二零一八年二月一日开始放量，如图十到四十二所示。由于日线结构一直完好，很有可能是主升浪，量放的很大且持续，这时候就要警惕，可能不是震荡行情，而是进入主升浪行情。图十杠四十二，42, 第一个圈处拉开振幅，依旧按照振幅来处理。 但是这笔卖错了，卖出之后还在涨，并且已经到达百分之五附近，这时候就要等一等再做第二笔。第二个圈处振幅超过百分之七，大概率是要摸板的，如果没有涨停，再抛出第二笔。随后回落分时均线，接回百分之九抛出的，因为已经拉开百分之三的空间，当日还有可能是单边。如果再跌回第一笔抛出的位置，则接回原仓位。尾盘持续回落，再拉开空间百分之三。 可以再接回一笔，因为随时可能回拉。注意，此时利尔化学突然在日线上放量，波动会相应放大。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早盘稳不住分时均线，先抛出一笔，如图十到四十三所示。由于有上一天的套牢盘，会砸出分时相对低点，拉开空间的分时低点接回即可。图十到四十三，随后反拉上去，在第三个圈处抛出。 但之后没有给回补的机会，继续上攻，在第四个圈处再抛出一笔。当抛出第二笔时，可以看出有可能是主升浪行情，也有可能是相对高点，一切要看之后的走势。随后回落没有拉开空间，这时候要纠错，再上一笔附近买回，保持原仓位。核心是做不出差价，那就平价接回。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注意，此时先看日线位置，如图十到四十四所示。 加速过，先抛为主。由于量能扩大，波动相对放大，情绪资金介入，猛拉抛，猛跌接，依旧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振幅空间。这种快速上下波动是典型的情绪资金介入的信号来了，给他们走了接筹码。二零一八年二月六日不翻红先抛，如图十到四十五所示。图十杠四十四，44, 图十杠四十五。由于一直在阴线区，随后拉开振幅空间。 接回上一笔，如果有情绪资金出逃，则再接回一笔，最后在第四个圈处抛出。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稳不住分时均线，先抛出一笔，如图十到四十六所示，图十杠四十六。随后可以连续接回两笔，拉开空间就做。第二笔接回后，拉开空间继续做。随后的操作方法大同小异，拉开空间就做。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在日线上有压力，拉上去一定要敢抛。 如图十到四十七所示，图示杠四十七，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在日线上有压力，一定要敢于拉开空间就抛。如图十到四十八所示，图示杠四十八，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突然吃掉了压力位。如图十到四十九所示，第一笔抛出，没有给机会回补，随后拉开空间再抛出一笔，不涨停再抛出一笔。注意，此时已经稳定在分时均线上方且持续。 这时候切记不能丢筹码，很有可能是单边上涨，在低位，也就是在分时均线附近回补所有仓位。图示杠四十九，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加速过的第二天，由于在日线上依旧有压力，涨上去要赶抛，拉开空间再接回，如图十到五十所示。图示杠五十，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再次进入加速状态，不回落，如图十到五十一所示，做不出差价，平价回补即可。 图十杠五十一，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加速过的第二天，依旧做差价。如图十到五十二所示。图十杠五十二，十点五机构股操作详解。由于机构股筹码结构稳定，很容易走出波段趋势，那么何时参与，何时卖出？本节将给出详细解释和案例。一零点五点一机构股买卖时机和仓位配置。一机构股买入时机。一 在单边加速时买入，分笔当日完成建仓，即出现了当日的最强风口。在分时阳线区低吸。二，在震荡区间买入，分笔分日建仓，先建底仓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当个股在负百分之二到正百分之二之间波动时，可做 T 或加仓持股，可 T 可见。三，在长上影阳线之后，次日即便是可以低吸买入。二，机构股卖出时机。 一、当大环境不佳时，主要是指指数单边下跌、空头排列时，市场系统性风险，减仓或全部止损卖出，使账户整体仓位下降。二、在个股加速下跌当日或加速次日卖出。三、个股出现黑天鹅时卖出。四、进行方向性调整，取弱留强，出现了更强的板块或个股时卖出。三、机构股仓位配置与持仓。 个股在阴线区波动时，应减少仓位，适当做 T 减损；个股在阳线区加速时，尤其是指数也在阳线区波动时，在提高个股的仓位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当大盘环境一般时，如日 K 线空头排列且日内分时在阴线区波动时，必须严格控制总仓位，建议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且将机构股急跌买点放在尾盘。四。 关于个股加速的定义及次日卖点。关于加速的定义，只有中长阳线才算。如果尾盘指数和市场微字反弹，个股跟随市场从阴线区放量拉到阳线区，虽然收盘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涨幅，但也被定义为加速。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在市场尾盘反弹时，瑞科激光跟随反弹，它不属于反弹主力军，所以通常次日溢价不会很高。 如图十杠五十三和图十到五十四所示图10，53图十杠五十三，图十杠五十四，关于加速次日的卖点，如果在加速当日个股或个股所在的板块属于当时市场的领涨股或领涨板块，则在加速次日不管个股小幅高开还是低开，通常在半小时左右都有翻红，甚至拉到百分之四级以上的机会，或者不跌破第一个分时下折低点，所以开盘后不着急卖出。 如果在加速当日个股属于被动上涨，如上文中提到的瑞克激光，则通常次日溢价很低，所以在次日开盘半小时不翻红时，应尽快卖出。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作为反弹主力军的医药股，次日表现为大部分都有溢价，不管开盘是高开还是低开。如图十杠五十五和图十到五十六所示，图十杠五十五，55, 图十杠五十六，一零点五点二机构股涨上影线，次日低吸买点。 在出现长上影线当日，冲高的幅度至少在百分之四以上，往上幅度越大越好。回落之后，当日可收假阴线或上影小阳线，次日出现低吸买点，即次日等待分时急跌时低吸买入即可。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的长川科技走势如图十到五十七所示，图十杠五十七。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的恒力液压走势如图十到五十八所示，图十杠五十八。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的华新水泥走势如图十到五十九所示，图十杠五十九一零点五点三机构股阴线区卖点，开盘后半小时不翻红则卖出，尤其是在大盘前半小时都是绿盘时，如果下午反弹拉起，则在纠错买回即可。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的深信服、风华高科等其走势分别如图十杠六十和图十到六十一所示，图十杠六十。60, 图示杠六十一，一零点五点四，其他情况一，1. 成交量大的阴线区买点，将买点移至尾盘。对于大交易额的机构股，只能在阳线区低点低吸，而不能在阴线区低吸，因为情绪资金混杂，很容易助涨助跌。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五日成交额放大的风华高科，在尾盘出现了买点，如图十到六十二所示。图示杠六十二。 在行情单边下跌时，应该提高机构股的选择门槛，尽量选择近期出现过涨停的个股，以保证强度和力度。二，单边上涨加仓，已加速过的股不能买。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的长川科技，因为该股在前一个交易日已经加速，所以买点应该在前一个交易日的早盘附近，即低吸前天的上影线止损盘，而当天可逢高减仓。如图十到六十三所示。 图示杠六十63三三机构股加速后次日卖出，操作规则是：对于加速后低开的个股，可以先等等看，如果开盘后半小时不翻红，则分批卖出；对于加速后高开的个股，则应该分批卖出。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配地股份加速后次日低开，然后快速翻红，则可以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涨幅的冲高卖点，稳住百分之四。 则等百分之期货涨停的卖点，如图十到六十四所示为笔者的操盘记录。图十杠六十四，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招远新药快速翻红后，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涨幅的卖点，如果最终冲不过百分之四，则分笔卖出。如图十到六十五所示为笔者的交易记录。图十到六十五，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珀莱雅加速后出现高开，这时应该优先择机卖出。 如图十到六十六所示为笔者的交易记录，图示杠六十六，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风华高科出现了大额的成交量，七亿元以上。这时急跌不能低吸，因为高位大额成交时，亏钱效应会传导。当高位代表性个股出现放量杀跌时，应该谨慎开仓高位大额成交股，或者将买点延后至下午。如图十到六十七所示，图示杠六十七，一零点五点五机构股操盘总结。 一点一零亿元以上成交额买卖说明：通过对过往所有十亿元以上成交额的机构游资混合做过的股票分析来看，这种类型的股票基本都出现在下午的暴跌中，如科大讯飞、建图十杠六十八、68, 用友网络、建图十杠六十九、69, 罗牛山等；也有一些股票出现在上午，如风华高科的剧烈震荡，一般是由于里面过亿元的游资为了调仓而引发的。图十杠六十八、68, 图十杠六十九。69, 比如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韩瑞股业，其是和底部股套利，持仓时间不能太长。如图十到七十所示。图十杠七十二，70, 2, 关于仓位与反踢大环境预判。上一个交易日，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见图十杠七十一，71, 市场高开后，全天单边低走。今日，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小幅低开，由于下跌惯性，预判开盘后还会有恐慌盘杀出，所以。 对于持仓个股，如果小幅翻红，则应快速卖出，如荣盛石化、建图十杠七十二、72, 海利尔。对于上一个交易日加速过的个股，如果不能快速翻红，则应卖出，如先谈股份。对于股票池中未建仓的个股，则应在急跌时建仓，图十杠七十一、71, 图十杠七十二。十点六入市前，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很多人都说不清自己进入股市要干什么。 而且往往一进入股市和钱产生了关系，就不自觉地放弃了正常的行为逻辑和世界观。而股市低门槛、蛋糕难度的事实，让很多人都吃了亏，也就是所谓被人割了韭菜。举个例子，股市新手最大的需求是，要么想要能涨的股票，要么想要找出能涨股票的方法。可是涨多少、怎么个涨法，这些人却从不考虑。所以说，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前准备。 新手在打算炒股之前，得详详细细的问清楚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进入股市要干嘛？猛的一看，这是废话，当然是赚钱了。这可不一定，这里面有很多你没想到的事情，你远远没有想清楚各种差别。比如，你现在很穷，没什么正经收入，也不想好好工作，你想靠炒股实现财务自由。比如，你有稳定的工作。 你想把股市作为一个理财渠道，因为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比如你喜欢投机，你试图在这个自由的市场中寻求自己的价值，在股价的涨跌中游走，获得想要的那份满足感和成就感。每个人对股市的期望，或者说来股市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得客观的先想清楚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能为股市付出多少？比如你现在工作很忙，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看盘。 想看手机也不行，经常发生错过消息、错过买入卖出机会的事情。比如你工作很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及兴趣投入到看盘中，研究龙虎榜，研究公司基本面，研究这研究那，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你虽然时间很自由，但并不希望投入太多的精力到股市里，生活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自己去做。第三个问题，你投入股市的本金是什么状况？ 比如你全身就剩下三万元了，你也没有任何其他赚钱的能力，你指望用这三万元在股市里翻身，靠炒股养活自己。比如你是土豪，有很自由的资金支配权，你愿意从每个月的工资中抽出多少来，源源不断的投入股市，由着性子来。比如你就打算扔这点钱进股市，看看会怎么样，赔了赚了都无所谓。比如这是一笔短期的闲钱，你想把它放到股市里赚几把，不让钱闲着。 把这三个问题都想清楚了，那么基本上就把你和股市的关系理清楚了。这其实是一件和你选择职业相似，而且同等重要的事情，应该得到你同等的对待。问完这三个问题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比较标准的三种股市操作风格。这三种风格是从持有股票时间长短的维度来区分的，对应着不同的操作方法。一超短线，这种风格需要你付出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没日没夜的研究股票，盘中盯盘，盘后复盘，还得关注各种突发消息，基本上永远处于交易和准备交易这两种状态。它需要你时时刻刻有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时间和反应能力。但遗憾的是，它还有很高的风险，它可能给你迅速带来利润，也可能给你迅速带来亏损。二波段这种风格并不需要你一直盯盘，但是需要你对个股的短期走势、大盘的短期情况有很好的把握。 它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利润，但需要你操心。三中长线这种风格需要你对一只股票了解的很透彻，对这家公司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公司所在的行业也非常熟悉。同时需要你很有耐心，不受股价波动的影响而耐心持有，心里能守住一个信念：决定持有股票的原因不是股价的涨跌，而是行业的发展周期、公司的发展状况。你可以很久都不用看盘，只要处理得当。 基本都会有利润，但是在前期利润可能少得可怜。你的收益要以年为单位来考虑，很稳妥，但是可能需要你有一笔比较大的本金，不然在前期实在太慢了。也就是所谓的价值投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愿望，然后选出一种最优的风格策略并坚持。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些，你在股市里就像一只装在罐子里的苍蝇，充满幻想，但是处处碰壁。 直到你想通了，理顺了，就会发现股市也不是那么难以捉摸的，股市变得好相处了，当然赚钱也就不用说了。十点七为什么总走不出亏钱循环？投机，天下最彻头彻尾充满魔力的游戏。不过对于这个游戏，愚蠢的人不能玩，懒得动脑子的人不能玩，心理不健全的人不能玩，企图一夜暴富的冒险家不能玩。上述这些人如果贸然卷入，到头来终究会一贫如洗。 心态导致的亏钱，目前来看是最严重的情况。下面就来谈谈是怎么亏钱的。如果将自己可动用的所有现金全部投入，直接影响到现实生活，每天的涨跌都会严重影响和左右你的心态，这样长此以往，股神都无法救你。这是目前最普遍存在的亏钱情况，怎么调整？起码要留足一年基本的开支和日常所需要的周转款，投入股市的钱。 最好不要超过现金流的百分之五十，这样你的主动性很大，心态也会慢慢变好。如果你的本事还没学到位，那么对于投入股市的本金，不要盲目的投入在一只股票上，因为你的技巧还不能帮你确定大确定性，你的稳定性和逻辑会受到干扰。可以考虑二到三只股票，其中一只具有较大确定性的股票做中线，起码要占百分之五十的仓位。 其他的占百分之五十，可做中线，也可做短线，还可空仓。在操作时不要一下子满仓，看好一只股票后逐步建仓，逢跌加仓或补仓，下跌时补仓的幅度自己要先设好。与大涨，突然而来的，例如一两天突然大涨百分之二十，不要考虑，先主动减仓，逐步保住部分利润，然后再去思考是否要做 T，或者个股有没有进一步大涨的可能性。其目的均为一个。 保住心智，不要给心魔吞噬，这是心态控制的要点。如果你投入的本金已超过心智可支配的数额，那么无论你再怎么研究、学习、控制，最后都会败给心魔。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有准备的人正在逐步加仓，寻找好的标的，耐心持有。有准备的人即使被套，心态也根本不会波动，顶多就是耗点时间，过十天半个月又回去了。 以天数为波动周期的东西风险并不大，最怕的是以年为单位的。但那些以年为单位波动的股票大多出现在大蓝筹股里，所以我们操作的股票风险并不大。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学不赚钱，最重要的是检讨自己以前操作的方法。如果你不去正视它，继续折腾，那么你将继续亏损。交学费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交完学费还要交学费。老师，我何时可以毕业啊？老师说。 你永远毕不了业了，这才最可怕。十点八九种不适合股市操作的人，你在其中吗？心态对于股市操作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有些人是天性使然，到了关键时刻就顶不住，明明知道不能买了，但手就是发痒，像毒瘾发作一般，不受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股市操作并不一定能磨练出好心态。如果心态方面的问题不能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出。 如下九种人不适合股市操作：一、赵括型，股市操作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市场如同战场，光凭理论缺乏实战经验是无法立足的。市场形势如同战局扑朔迷离，行情机会转瞬即逝，信奉理论知识而缺乏变通的人是没有活路的。二、赌徒型，对于这种人来说，股市就是赌场，没有技术和理论可言，买股票就像买彩票一样，买中了就是运气好。 买不中就自认倒霉，这种心态显然是不适合的。三偏执型，这种人往往自认为比较聪明，就爱认死理，不会客观公正的评判自己的分析和操作，死不认错，死不改错。在股市中，灵活的追寻市场风向才是成为常青树的关键。四盲从型，这种人一旦听到什么消息，不管准确与否，是否有理论依据，消息来源是否可靠，直接就进行操作。 完全不经过大脑思考，一旦出了问题，只会四处问别人，听风就是雨，不敢自己做决断，不敢自己承担责任。这种人很难在市场中存活。五购物型，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资金一般有几万几十万，但是股票居然也有十几只，什么类型的股票都想买，都想拥有，把买股当做采购生活用品，每样来一只，不管板块如何轮动，自己的股票总有上涨的，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这种人也不适合参与股市交易。六、失控型，很多次操作明明知道不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手，不买两只股票手痒，心里也痒。在股票大涨可以逢高出货时下不去手，舍不得卖股票。事后明明知道自己存在问题，但是下一次仍然照犯不误。这种人想赚钱也很难。七、股平行，股市中喜欢吹嘘的人很多，三千多只个股。 每天总有几十只涨停，只要运气不是太差，每个人都有机会抓住涨停股。但是有的人总是对外吹嘘自己操作如何神勇，赚了多少钱，却对自己亏损的股票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股票是用来操作的，不是用来砍的。只会吹嘘成功的体验，而不敢面对失败的经历，不是一个市场参与者应有的心态。八、悲观型，从进场就被套，一开始满怀希望。 然后随着股价下跌，信心逐渐溃散，后来只能唉声叹气，甚至到最后开始享受这种悲伤的情调，对自己的资产撒手不管，任凭股市涨跌。我们参与市场的唯一目的应该是赚钱，不是学习知识，也不是获取经历。与其在市场中受罪，不如给自己一个痛快，远离市场，解脱自己。九入戏行，这种人把股市的波动当成看电视剧，并且仿佛自己也参与其中的表演。 市场每一个细微的波动都牵动他的神经，让他情绪失控。短短三十分钟内，百分之五的波幅足以让他感受到人生的悲欢离合。开盘四小时，煎熬四小时，股市只是一个投机市场，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并不值得我们投入过多的情感，更不需要产生各种情绪并沉迷其中。其实，每一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能力的大小，没有长久的在同一种交易模式上稳定获利的经历， 那么所有利润都不可能落袋为安，但是一定会有人向自己发问，发现自己并不适合炒股，可是明天依然会搏杀在股市中，这就是人性。当然，并不是说有以上表现就一定不能参与，关键是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调整过来。能在股票市场中长期盈利的人，心态一定不会差，至少不会有明显的缺陷。性格决定命运，要看清股市，先认清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对于自己在操作中暴露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这对于我们每个市场参与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十点九，一个顶级游资的成长感悟。二零一六年我很少低吸了，不是说我不会，而是因为低吸赚钱太慢了。我不想用低吸来限定我的技能，只要是超短线，任何位置我都有可能买入。最低点、红盘、绿盘、涨停价，朝无定势，水无常形，才是我的特点。 一句话，只要能吃差价，我都可能买进。其实追涨和低吸的核心思想差不多，并没有本质区别。追涨是指在分时图上拉升的途中全天的最高点进入，或者理解能力更好，不需要拉到最高点就可以进入。低吸是指在分时图上全天的相对低点进入。注意，决定追涨和低吸成功率的是大局观，对大盘整体氛围的理解，对市场情绪的理解，对个股与板块相对关系的把握。 对个股题材的挖掘以及各种经验，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拉破一个平台就可以追涨，或者急跌就去低吸。除了牛市，无脑的追涨或低吸都很难赚钱。如果把星际争霸跟超短线进行类比，我觉得打板最像重组，大局观好就行，微操需要的少；追涨最像人族，微操太多，理解力也要强，比打板还难。但是做好了，确实是收益最高效的。 低吸就像神族，不容易出现被狂虐蹂躏的局面，因为兵硬。初学者搞低吸不会赚大钱，但是也不容易亏。不是说低吸不好，而是低位的货不够，每天那么辛苦的低吸，吸来吸去还吸不到什么货，不如把上方的压力位打穿了再吃进来的轻松。之前回撤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操作模式，低吸。正是低吸使我可以一天赚百分之十七的巨额收益，也正是低吸能让我一个月腰斩。 所以痛定思痛之后，把模式转换到以追涨打板为主，低吸为辅。虽然全部抛弃低吸之后，一天百分之十七的收益会消失，但是同时大回撤也会消失，有得必有失。超短线买完第二天必卖，除非涨停。我不看年报，不看业绩，不看公司是做什么的，谁也挡不住我买完第二天卖出的决心。打板的第一道心理障碍是必须消除你相比于别人的优越感，因为你买的成本。 比当天任何一个人的成本都高，打板确实很无敌。只要反应快点打一板，基本吃肉的机会比割肉的多。只要一个新热点出来，立刻打二板。当然，这要有敏锐的盘感和经验，有勇气打板就不要怕卖飞。发扬跑得快的精神，同时一定止损坚决，及时认错。经常会高买低卖，低卖是因为我看不清楚，高买是因为我看清楚了。为何不可？实际上这两点是一回事。 止损是高买低卖，低卖高买又是跟随，一定不能参与调整段，不参与解放套牢盘的战斗。就好比攻城拔寨时不冲在前面，等攻城拔寨成功后捡现成的。虽然革命成功后不会分得师长、旅长的头衔，利润空间不如一直捂着的人大，但是也不会战死沙场，不会被套牢盘打回来。一定要做主升浪，主升浪才是王道，而主升浪是低吸不来的，主升浪只能靠打板和追涨。 控制回撤更好的理由是契合了热点，不再做屌丝低吸。如果坚持不懈的做强势股，就不要去低吸。节奏一旦切换不好，就会吃大亏。如何买卖？如果事先想好这是一个压力，到了那个位置，对自己对最高点的判断要有足够的信心。有多少大买单砸多少，主动去砸成交，而不应该挂在高位等待资金来吃。不要总纠结在最低点买进，比如一只股票最低点负五。5 即使你在最低点买了，收盘负四，4, 也不过才赚一个点。但是，一只股票最低点负五，5, 再拉红一时吃净，如果收盘涨停，哪种方法赚的多？是不是一目了然？赚多少取决于市场，亏多少几乎全部取决于自己。不愿意止损，其核心就是不敢直面自己的错误，希望以更大的赌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止损是刚性的，到了止损位置就执行，不管第二天会不会反弹。 不管当时行情是否变暖，先把止损做了再说。至于止损错了，股票又反弹了怎么办？再买入就是了。止损是一回事，再买入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两个独立的逻辑，是两笔独立的操作，不能互相抵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贯彻我的止损永远正确的思想，把止损变成一种习惯，学会在弱势中空仓，学会控制住追求最低点导致的习惯性瀑不盲狙。 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会减少很多大回撤？不要轻易去抄底，学会洞察各类游资、基金、小散们的心理，才是永恒的绝招。小散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要杀到他们都崩溃、心思，整个市场即将崩溃时，才是超跌股入场的时机。书籍已播完，感谢收听。